样的环境吧。是。泡一杯无趣茶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你要把握你第一批，我们之后再来问你。哇，很难的。希望每个吧。米米方。怀孕38周，来产检喽！我又来核心医院了。去看一下漂亮的环境吧。OK， 我们进核心医院。首先进来这边是产检室。看一下。通常我就会来一杯，泡一杯无趣茶。还要抽血，还要做最后一次检查，好紧张哦，先这样吧。好，我现在是最后一次产检了，然后现在我要抽血，这是自费的。嘿，好，谢谢。正义那个阿婆那一张，漂亮的护士在帮我抽血。那我们这次要抽什么呢？这次要检查什么的呢？我们要抽肝肾功能跟凝血指数。肝肾功能，哎呀，我去，等等等等，害怕了就不要看喽。看妈妈很伟大吧，生出一个健康的 baby 的过程。现在是38周了。好。等等等等。妈妈勇敢，小孩就会勇敢吗？不一定哦。新的剖腹产的技术可以让你很快很快很快肚子就不痛。那我们先啊，这是小梅医生。Hello， 现在是核心新生医院啊，诊所，妇幼诊所。对对对，我们啊，让医生来说明一下新的剖腹的那个技术是什么呢？一般我们大家熟知的剖腹生产都是腹膜内的，对，就是会把子宫打开，打开之前呢，前面还有很多层，包括腹膜啦，7层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大约对对。那腹膜外的剖腹产就是会不会把腹膜打开？对，所以我们是从腹膜对旁边
子宫、膀胱旁边拨进去，让宝宝出来。所以把腹膜打开，我们可能就会碰到肠子啊，碰到对一些大网膜等等腹部内的器官。那腹膜不打开，我们就可以减少接触肠子的机会，减少。那手术后呢，肠胃蠕动呢会比较快，疼痛也比较少。对，就是不用说恢复下床比较快一点。对。不是说是六个小时就可以了吗？还是一个而已？四到六小时就可以吃东西的，就是不用等到你传统的那个剖腹呢，就要等到那个肠胃呢那个通过，然后有补补之后你才可以吃东西。可是新的技术不用哦，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，好神奇哦。不过呢，有个但书这边有个说明，字太小看不到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你要把握你第一次生产的机会，因为呢，有这边有写，如果你有剖腹过的话呢，可能这个就要看情况而定了，不一定能够享受这个新的技术哦。这个技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我们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，用腹膜外剖腹产的技术，在这之前都是传统的，传统剖腹。别的地方也有吗？有这种技术？目前也有一些，对，但在核心比较普遍。核心是开了四年嘛，开业四年嘛，2014年。那最开的，最近这两年才开始有这个新的技术啊。那这是孕妇们的那个福音啊。好，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之后再来问医生好了。这是我38周的产检，这是倒数了，对不对？倒数了，对。好紧张，就在2个礼拜后了。别的饼好来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小朋友，这两个小朋友陪产检，陪产检。对。啊，再来，那个镜头把它带过来了。我之前有说过嘛，这个老公陪老婆产检挤满10次，是不是就可以有那个喜获麟儿的机会？我们有这个喜获麟儿的机会，对，机会成功率较高，因为孕妇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孕妇开心，除了有温柔又漂亮的医生之外，来来来，我们看看他快要挤满10次了，来，哇，很难的。希望每个爸爸都会要这样子，好吗？不要让孕妇一个人来产检。